牛逼。今天我要喝一些中国古代的名酒竹叶青，颜色很棒，这个还可以，但没有这个阿拉西的牛逼，这个巨好喝，但是这个还行。我还是觉得如果你跟我说你可以选一个白酒还是可以选这个，我肯定选这个，无所谓什么白的，就这个还可以。这几次我找到了几个真的有意思的酒。你很棒 Robin， 你特别棒。哎，塞河可能不知道，它的历史比较久，得有个近千年了。汾酒它传到南方，像贵州那边就变成了茅台，传到了西边就变成西凤。谢谢老师啊。谢谢 Robin 老师。还行啊，可以，很不错。今天这个不要了，其他我都是觉得哎，这个也不要，其他的真可以的。如果你有什么推荐，可以在评论发一下。如果你觉得我有意思，follow me，谢谢。